强，真的都很强，都很强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哇，得奖的是自然科学及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，得奖的是陈明章、萧诗伟，《听台湾在唱歌》。作为游唱歌手身份的主持人，跟其他节目不同的是，让音乐与土地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连结，使得自然人文的节目多了旋律的律动，直指情感深处。好，你先讲。陈老师讲吼，有事弟子扶其老啦，所以我先讲这样。首先我要谢谢那个制作单位好旅文创哦，然后要谢谢老师带我台湾走透透，吃香喝辣。上感谢是有两个足水的制作人，一个叫做魏韵，一个叫翠云，来找阮做节目。啊，第二个感谢是明视，多谢大家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大。